你好，在武汉金银潭地铁附近有30米的商铺，您需要了解一下吗？您好，我们有股票内幕向您推荐。骚扰电话太多了。前天我买了个手机，我想把工作的号和私人的号分开。这个是我新手机拍的，忘记了旁的。我打电话不多，但信也不多，但是上网。还有发视频、看视频、打视频电话，关于流量的东西我倒是蛮多的，所以我在网上看了一下那种免流量的套餐，但是我发现它蛮多都是针对单个 APP 的，但是我是整个平台都有的呀。正在我纠结的时候，有朋友推荐我买一张卡，就是这个全民优打，2天时间给我寄过来了。我之前只晓得移动、联通还有电信，这个我是第一回听到。它是100G 的，一个月100G 的流量，39块钱的套餐。我先把卡上进去看一下，看网速么样。刚刚把它激活了，这个月还剩76G。本来说每个月是100G 的流量，39块钱的，那这个月扣了月租，扣了15.6块，还有76G 的流量，那我好像赚了嘞！我开机的时候，它显示的是中国联通全民优打。我先把 WiFi 关它，测一下它的网速怎么样。看看我之前的视频呢。起来吗？我是文杰。起来买手机了，昨天对比了一圈以后，我觉得不冒着的，那个华为 Nova 的手机，Nova 7比较合适，今天就直接过来买吧。不卡呀，这一点都不卡，换个视频。这也不卡呀，都蛮好，都不卡。那我就把之前用的那个号改成5块钱包号的，用2个号。这个是39块钱一个月，100G 的流量，加上1毛钱一分钟的通话，1毛钱1条的短信，应该是够用了。你们觉得嘞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啦，拜拜。